在下君子剑，石天青。南哥，那是叫石大侠。先多吃点，不亏。我爹可是江都制造的江宗腾，钱不是问题啊，都给我最好的，完美。给我跪下！爹。敌人林雨谦，阁下是。没想到雨儿妹妹能为我做到这种地步。你们，你个登徒子，毁我清白。雨谦哥哥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。你谁啊？我娘给你多少钱？老子就是烦累吃软饭的。石大侠，天青哥哥，你到底看上林雨谦哪儿了？石少侠看起来不像是个好相处的人。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怎么不等我？多谢你，师兄。跟我睡觉去。他俩关系啥时候变得这么好啊？这还没到晚上呢。你的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。大嫂好，你是江湖大侠，我们属实是不敢高攀。老子才不做倒插门。江湖小报推出的名人堂，引无数人趋之若鹜。这是名人堂大会的邀请函。可是这上面说，必须要两个人。没门，就算要必须跟你绑定，我也艳压你。你们的报道占了一整夜的篇幅，先让他们尝点甜头，等付出代价的时候。名人堂的名额是用钱买来的？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们要跟江湖小报抗衡。最近林公子和石少侠可是炙手可热。白小生，你欺人太甚！江小姐不懂江湖险恶。威胁朝廷官员可是重罪，若此次失败，会遭到杀身之祸呀！别怕，我有一口气。